Hello， 大家好，我是大脸猫猫姐，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Facebook 正在通过各种激励手段吸引在 TikTok 平台上已经收获大量粉丝的红人 influencer 加入到自己的新平台上。对于这些红人来说，除了 Facebook 抛来的橄榄之外， TikTok 未来可能被封杀的风险也是他们不得不考虑转投其他平台的重要因素。 Facebook 计划通过在旗下 Instagram 应用内新增 Reels 短视频分享功能，与 TikTok 再来一场正面交锋。只不过这一次 Facebook 获得了美国政府的加持，各国政府纷纷对 TikTok 所采取的严厉措施为 Facebook 提供了神助攻。除了 Facebook 即将推出 Reels 以外，长视频平台 YouTube 也已经试验性的在页面上推出短视频页卡。 Facebook 在全球拥有的超过20亿的用户，雄厚的资金资源实力为其在这一新领域开疆拓土提供了基础。